像是的。啊，是吧？另外今天注意，好，看不掉吼。还有咱南影书法协会理事长蔡志朗理事长吼，啊，对啦，哦，郑志朗理事长，怕两岁，郑志朗理事长吼，还有咱成功国中郑校长吼，啊，其他哩做者说明吼，啊啦，介绍个对吼，包括咱里长吼，郑里长啦吼，以及我那是正副董事长啊吼，啊，所以今日说明吼，真欢喜吼，啊，大家好啊，大家好，好，啊，今日真欢喜吼。啊，台南四百啦吼，啊，就是咱新光做四百岁安尼吼，啊，正拄啊好吼，伊就1924年开始吼，啊，荷兰人来到咱台湾，啊，拄啊迄个时阵，拄啊新光做啊，拄啊就无做出事，啊，这明明中间注定好势啦吼，内新光要来开辟台湾，这明明就拢安排好势吼，那么今年咱台南庆祝台南四百，新光四百吼。啊，这在讲两个非常离不开的这个主题啦吼。啊，买当为着要庆祝咱这个活动，会当回想咱台湾的历史，吼，以及咱回想到咱台湾是安怎靠的过顿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时阵，吼，为咱台湾市政府，甲咱电信公祖庙，啊，共同来庆祝发行啊，电信公四百的纪念邮票吼。啊，但拄仔咱局长讲，这个邮票的这个图像吼，是叫做。啊，国宝嘛吼，啊，这是贵新章，这非常纪念性吼。那么，当个当前吼，包括行这个新光组的这个纪念邮票，那么图案嘛这张吼，那个意思是纪念咱开台啊300年了，比如发行一张。那么今年呢，是咱。啊，台湾400年，游玩跟咱新光组非常的关系。那么咱市政府跟咱组庙特别哦，啊来庆祝，发有这个四百张的邮票，这对咱台湾市来讲，哦，非常有这意义安吼。那么这就今日的发行，和世界看到咱台湾，世界看到咱台南，哦，和咱会当共同来共赢，和咱台南会当共赢，安尼好，共赢安尼好。啊，所以今日的这个活动啊，非常有意义啦吼。那么电信公祖庙呢，啊，为着要庆祝电信公四百岁生日，嘛办非常多这系列的活动啦吼。对前端的啊，敬神护台湾，一直到成功电话，一直到专台奉祀家在政府联合会，一直到今日的这个电信公圣诞，刚才邮下这邮票发行，现在讲这站第四站。那么后边还有两样较大项的，就是这个第一项，就是这个啊，电信公的论坛。那么到这个最后一个活动真重要，就是咱啊12月7日，咱要办一个台南亚成功。哦，咱都知影，伫咱台南的历史有台南亚妈祖甲台南亚成功。那么今年有400年呢，咱顺便在了讲啊，伫咧9月28日有办这个台南亚妈祖。那么咱新光组啊，这个背景清晰，咱就是决定伫迄个12月7日要来迎台南迎新光安尼哦，啊，做一个咱四百单圆满的结束。哦，啊，到时阵我们邀请咱各位即个中国好朋友，会当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安尼哦。那么电信公组面呢，啊，经过啊10多单的努力啦吼，啊，今年我到400单啊，咱的组面成立这个财团法人。寺庙登记嘛，完全来登记好安尼吼，啊，但第二个祖庙进进入另外一个啊旅程安尼吼，那么今日啊非常欢喜吼，啊，今日咱新光组会当保佑今日参与啊，即个贵宾啊，即个好朋友，大家当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行行拢成功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感恩真感谢咱第二个祖庙，咱的副董事长吼，感谢。来继续为您，咱们来邀请的是咱中西区公所蔡家府区长。